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张牌的数。这张牌的数呢，是昭和天王亲自中的。哇！日本的昭和天王在1950年来到这个小鹿岛的时候呢，四国小鹿岛的时候，亲手中了这棵橄榄树，所以这棵树还保留到现在，非常厉害。那这个小餐厅，除了是做它的研究啊，也发现日本。